那您电话一直在忙啊？您电话一直接无法接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是你吗？是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安迪曼先生，安迪曼先生，那个您的具体地址是不是吓着你了？我没吓到我，就是咱们车头向南走，然后一直向西，然后上安利路。他在安利路上。好。你不是腰不好吗？就能开车吗？没问题，开车没问题。不是，我刚才觉得自己是司机不太专业。哦，你感觉不太专业，从电话才能听得出来是吧？完了，这遇到个找不着地儿的。对，遇到一路痴。现在好多人模仿您，你知道吗？我想，哇，这人为了赚钱，打扮的跟你一模一样。原来我在那个黑龙江，那时候小有名气的时候，也是坐一个出租车嘛。然后那哥们上车以后先看了，你不知道你特别像个人吗？那我就是个人啊！我特别像个人，我这话听着什么难受的？我说不用，他说不用，我也感觉你特别像一个二人转演员，谁呀？他宋小宝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。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特意为您来一个单独的表演秀啊，你就猜是谁啊 ？OK。之前出演栏目的那个评委啊，我知道你要模仿谁了。答对一个了啊， yeah. 那我就不模仿了。金星，你要模仿金星是吗？啊，要模仿金星吗？不是模仿金星。完美，完美。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。这是谁？这是谁啊？太不像了吗？不是，我猜出来了。刘欢吗？哎，太棒了！刘欢老师。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。哎，他这个敲。那你学着敲。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。这个是谁？就那个星星点灯。叫什么名字？叫郑智化吧。我再给你学一个。大脚啊。给我来桶酱油，我现在都当妇女主任了。这是我们内部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看过。那个什么，那什么，就我问一下玉田，我问一下你妈今天到底在不在家啊？我想知道一下子。这是赵四儿。对，刚才那个呢？刘能。对。现在目前来讲，您生活当中您最感觉压力最大的一部分是在哪一块呢？压力最大的吧，就是说，生活中有很多事，还有工作中有很多事。对，每天。其实有时候。并不是你真的有能力去处理的，有很多东西是无能为力的。我今天呢，就是您的减压天使，看您身后是不是有个气球啊？手扣打开，这个是吗？对，你把你认为你的压力最大的，或者工作呀，或者生活呀，你写在上面，调过来，给摄像机看一下，再举高点。您试着把它捏爆。哇哦！没事。哇，我要哭了。没事，崩不到了。哇，漂亮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好感动，好感动是吧？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是很有缘分。你要想啊，就是我们每天会经过的那个频率有多高，几率有多高，它不可能有经，就连擦肩而过的经历都不一定有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专程给您当了司机。对，哇，你们这种方式很暖的，很暖的。很棒，真的很棒。谢谢您。好了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再见。谢谢您。